今天教你们把丝巾变成我身上这样子的裙子，要不要学？先点赞后观看哦。首先把丝巾三米长边拿起来，从右边这个角开始，这样子打褶打褶打分停褶，收好以后来一条发带，就这样子对着身高折到胸前腋下的地方，然后穿入一根发带摊开，从背后拿过来围着胸前绕一圈，在胸前给它打一个结固定，把带子藏起来，两边交叉重叠，整理一下，再把脖子上的腰链解开，拿下来绑在腰上。好啦，一件美美的裙子就做好了。